你看起来比我老很多哎，老！你做鬼啊，比我长哎！啊！他为什么突然昏倒？人刚刚晕倒，我们可以进入他的身体嘞。 可以在他身上哦7天，7天之后哦，你必须要离开他。哇，罗爱祥，我觉得你的变化真的很大。爸，新能源公司的投资项目看起来确实不错。我不同意这么快去投资。下周是你爸60大寿。 我们一家人还是一起聚聚庆祝一下。明年爸的生日就是我的忌日，这么多年了，他没有一个生日是过得开心的。那你之后打算做什么？还没想好，但其实这样漫无目的的感觉也很好啊。 怎么办啊？现在怎么办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时间不多了，你不要去看你爸爸妈妈。